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程烨。然后我现在在那个安心，雄安新区白洋淀的主景区的门口啊。这个店是最大的地方，所以说呢，这儿的景色当然也是最漂亮的地方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湖面上啊，远远的那个灯塔，然后波光粼粼的水面啊，游船。因为现在10月底之后呢，这个主景区就已经关门了，就是进行闭园维护，然后荷花也谢了，就只剩一些芦苇了，就没那么好看了。只有一些小景点，个别的还有那个游船在进行那个拉客啊，然后咱们看一下，欣赏一下雄安新区白洋淀的美景吧，是不是有一种碧绿，甚至接近于蓝色的感觉呀？看一下，漂不漂亮？看一下，非常美好。如果这时候能配一首音乐的话，那简直是太棒了，是不是？看一下，真好。现在是正午时分啊，然后非常非常安静。如果我能找到小船载我过去的话，来到这里。好，祝福白洋淀，祝福新区吧。